この番組はヒーローがやってくる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为岁今年过年暑假有年的大抽奖，是金光特别赞助的王国轮椅苏南巧哦，独一无二的造型，随心所欲的跪下，无法超越的结束。王国轮椅苏南巧，你值得拥有。啊，比起苏南巧，我更想要母子甲回来，什么时阵要醒我？过年嘛，先卖计较这种事咯。来，恁随心抽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贵人听闻暑假有过年大抽奖，让贵人试看卖啊手气。光明作乐真未定，微笑无敌不朽。九族青山无边干，朝气迎接修素西仙。文宏，你嘛想咪苏南车？当然，王国轮椅可以驶到每秒29792公里，乃如行九界必备的副本。你的轮椅拢会当发到减十米咯，我乘王国轮椅不就能发到减万十米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人的是，唔对，算我就先赢我一梦，稳做一件。以金光的独孤舟头去改成什么阴谋一样，还搬走什么高通钢骨拢无，这次的苏南车搬走一定要抽到。嗯，亚新，你哪会在修灵马车顶悬？乌白龙棍呢？乌白龙棍无重要，无心忘掉前一批抽大奖。啊！是谁探本龙棍的变数时阵，偷看我的马车？宋道主，你为何又乱来？啊，马祖娘娘过年前特别指示，抽大奖就爱放炮庆祝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纸盒提起来拼咯。你当作在炸邯郸哦，拼你的头啦！你这样大家要安怎继续抽？没错，过年来当欠了我这个太岁当头。吼，卖乱用吉祥话啦！不要紧，过年嘛，重气氛。既然抽奖也罢，无去咯，礼物就理所当然回归苏家所有。苏阳文，你是叫自肥？哈，过年嘛，欢喜就好。龙庭永传生机现，破晓山林冠前客。雕瓶金绣摇金弓，西头西桥下奋斗，右边迎新斗旗翁。祝各位观众朋友新春快乐，福气高照，一帆风顺，在新的一年继续支持金弓好的戏。金牛金牛，刺激刺激，超我千年的经典国阵就在群侠来了，模拟风国战，多元玩法拼红包，百位团结英雄，有你指挥，六大武侠，连天华雷连锁杀招，修勇再现，最新四武器，天条短信轰，唤起你心中的武侠之魂吧，模拟生全侠。
就是让你好过年。